最新消息，艺人诺诺陈轩钰在今年六月中遭到网红小红老师指控性骚扰跟性侵，受害者还多达三十人，并且提告。今天早上，北检再度传唤、no、h o 庭讯结束之后，诺诺不发育离开地检署。他涉及性骚扰还有性侵多名女子，不但网红小红老师对他提告了性骚扰跟性侵等五罪。 后续其他提告的女子也有超过十个人，而台北地检署在今年八月间首度搜索跟传唤 NONO，最后以五十万元交保。而之后检察官在今天又二度传唤，就是为了要进一步厘清案情的细节。而根据了解，NONO 依旧是否认涉犯妨害性自主等犯行。